市政府就像把自己的眼睛蒙起来一样，对不对？他蒙着眼睛，不愿意听见我们的替代方案，不愿意听见我们的诉求，他好像瞎了一样，他像瞎了一样，不愿意面对乐生捷运可双赢这么简单的一个真相。我们呢？我们要好到哪里去呢？新庄市民这么恨乐生，这么多人这么恨乐生，带回来呢？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被蒙上眼睛一样的瞎了？作为人民，我们是不是被政府蒙上眼睛？我们是不是被虚假的专业蒙上眼睛，去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？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我们是不是被蒙上眼睛的人民？是。现在，请大家，我念一句，请大家跟我念一句，这个誓言最后就结束在明年3月重回凯道。现在把眼睛蒙起来，大家可以听见很多声音，可以感觉你旁边的人，他们就是你的伙伴。我们这么多年来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伙伴在身边，才把乐生留下来，才戳破了政府的谎言。现在我念一句，请大家跟着我念一句。第一句，我何新杰，请大家换成自己的名字。我何新杰，我愿意支持乐生保留，愿意支持乐生保留，愿意守护乐生平安，愿意守护乐生。
请大家牢牢记得今天听到的，以后你在网路上，在你的课堂上，在你的生活中，被别人质疑的时候，请你告诉他，我们有双赢的方案。这个地方是一个废弃的机料场，你只要把捷运延伸一站，在机场外面新共构一个捷运站，这个东西就可以保全乐生两院，把机场的部分设施移设到这里，仿照小碧潭模式，新增设新树林站，这都是捷运局做过的事情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设计。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设计，它就可以把新庄树林的生活变得更为人性。捷运不会带来幸福，好的设计才会带来幸福。但是要有好的设计，先要有你愿意尊重每一个人，如我们刚刚所念的90岁阿嬷与妈的生存权利才会跑出来。这就是我们的新树林案设计。前几